哎，收工。我老尾放不下，怎么办？哟，我太多塞得了，因为我这塞得很想要啊，全部，不过我要出十五张啦。哎，有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出来，出来。OK， 再多一盒。呼，更好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战神瑞瑞。那今天做我们的开箱惊喜时候到喽。开箱惊喜，今天我看一下到底就是。啊！对，我的木尺。唉，没有钱啦，没有那个那些用开的刀具。啊，好啦啦，总之有开箱刀具最重要。好，来。有笔吗？来，算了，我自己画。一定大家问我，为什么我会买大和小？其实有不同了。哦，它两个，哇，蛮小个。哇，它这样子耶。等一下我去拿我的卡。这包等一下我看给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好，我先试试看我的卡主线。哎，刚刚好哦，我还放不下。其实 OK 啦，你看。这上面那个它其实是放骰子或者是铜板啊，或者是放框啊都可以。你以为我是做什么嘞？因为我以前是玩 Vanguard 啊，所以我用这个骰子来算我的攻击力。来看一下方向嘛。哎，放得下，如果是放框的话应该可以。喂，可以哦，你看，这样改天啊，跟朋友出去打卡的时候，拿出骰子，还有拿出牌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塞额外卡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塞 deck。也是它有灵命的，它也是灵命。因为我好像有放百多张，不过建议啦，就最好不要掺在一起，或者是你放一个东西夹住它比较好一点，不然的话游戏王它的规则真的是很严的。其实我这个颜色我就蛮喜欢的，就很像我那个衣服颜色，红的样子。好，我看一下第二。哇哦，帅哦！哎，它也是这样子哦，你们看。你们看吗？看到吗？它这两个盒子，我看放在下面哦。
放得下哦。锅蛮大一下，不过要拿的时候小心一点。这个比较大个一点，这两个格是好像一个格是100啦，两个格是200咯。我觉得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级终极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， shar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整个，记得按小朋友以及下方口面给我信息，放进这个五个粉丝币。如果还是你跟我讲啊，我就叫他塞进盒子里面就可以了，没有开玩笑吧？好了，等一下，乔。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, 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you get.